就是从律师的角度来讲，作为公安机关都没有严格按照中国法律所规定的那种程序，通知亲属或者允许律师来去见面。 其实奥运这几年呢，因为大家都关注这件事，包括中国政府领。关于你提到的一个具体案子，我已经在多次在这里表示啊，我对有关的具体问题、具体的事宜呢，并不清楚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中国正如你说的，中国改革开放呢，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，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。那么其中一点，就是在依法治国方面。 到有关部门解决，外交部刚才官员说不解决，这个先甭管，还有人，没有人把，好，谢谢，各位。